能本着负责的态度。对，那没什么伤，大概情况也就这么，我们也了解差不多，这个东西我们也只能是做到，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那已经很感谢了。因为我们活动太多了，我一个月的活动可能每个月都有一场全市的活动，每个月都有一场全市的活动，我的精力抽不出来做这些东西。对，那就你们自己去了解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。